五个小孩的校长有口皆碑，收成3000多万票房。今日就有报道指，千华食住条水，希望开拍续集啊，还想找3岁仔仔 Torres 做埋一份。母子档索价千万，不过今日千华就一反友善态度，看看千华点反驳啦。好多谢大家会喜欢呢套戏。咁至于续集咧，基本上呢一个系真人真事嘅一个故事啊，所以真人真事点会有续集呢？去写我冇乜所谓，但系就希望尽量都唔想系牵涉到我屋企人啊，甚至乎我仔啦。希望我仔有一个低调快乐嘅童年，都明白好难低调，但系我都系尽量做我。平衡到做一个父母责任，我希望我哋有正常嘅生活同埋呢个即系简单健康嘅童年啫。我仔系非卖品嚟。系嘅，托儿细千华心肝宝贝，又点会卖啊？